雨欣，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声音？哦，你说刚才那个雷声啊，确实太大了，也吓了我一跳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 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雨欣，你的真实身份，帝国海军总部已经通知了我。 了解中国国军的布防情况，对海计划来说至关重要。现在这份情报就在重庆国防部的档案室里，我决定派人去窃取这份情报。我计划让银佐将军手下的王牌间谍去做这件事情。 对不起。
底想干什么？这个情报点上回已经被欧阳文发现了，难道他真是要再启用这个死情报点来跟华广奇联系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可以利用这个情报点来抓住华广奇，来铲除我们组织里的一个大祸害。过来，哎，有什么吩咐？把这束鲜花送给台上那位姑娘。那位小姐是吗？梅岛小姐，嗯，这是一位先生送给您的。啊，谢谢。长官，您回来。有事情找我。将军，我仔细调查过了，我发现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。您的前任甘本先生的孪生弟弟甘本胜儿，在红馆被杀的当晚，曾经有人看到过樱花歌舞团的舞女北岛静子出现在红馆，而甘本先生本人在观看樱花歌舞团表演的时候也遭到过刺杀。所以哪段月才是北岛静子就是暗杀的杀手？没错，我甚至怀疑他就是暗藏的红狼。这件事情先不要审查。北岛静子经常出入各国领事馆从事表演，她和我们日本领事馆的高官关系密切。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，
是不能随便抓人的。难道就这样放任他？你不用担心，事情我都安排好了。你先暗中盯着他，拿到足够的证据，我们就抓捕他。这样我对上边也算有个交代。我现在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做。 明白了吗？你不必担心。为了保住你，我们付出了多少，你不会不清楚吧？这个不用你提醒我，豁出去的是性命。我多次告诉你们。 有关轰狼的情况，可你们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。我那边最近查得非常紧，要不是我巧妙周旋，早就完蛋了。看看，说你两句还就急了，你只要看清楚是谁就行了。这边都安排好了。行了，哄孩子呢？这分明就是把我当诱饵。 要不是看上你，早他妈不干了。住口！你喜欢我，我心里明白。但帝国的利益是第一位的。为了帝国的利益，我宁愿牺牲一切。王子，他能跑吗？ 严秘书，哎，怎么一人坐这喝茶呀？是不是在等人呢？没有啊，我能等谁呢？就是一个人闲得慌，出来坐坐。怎么，沈小姐也经常到这儿来跟人喝茶？最近比较烦，出来散散心吧。不建议我坐这儿吧？ 啊，不，能有美女陪着我，那真是求之不得呀！请坐。沈丽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？
袁秘书，不请我喝杯茶吗？当然，沈小姐想喝什么样的茶呢？我想和你的一样。那么，让我来给你倒茶。不不不，袁秘书，怎么能让你来呢？还是让我来为你服务？那怎么行啊？让我来吧。怎么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几个小爸爸从后面出去了，快走，快！我问，你怎么会来这里的？你是我妈妈，我怎么能不管你呢？我问，妈妈不会有事的，你快停车，你离开这里。我也不会有事。我问，你没有明白妈妈的意思，
妈妈是不想你卷进的，你应该过你自己平静的生活。平静？你觉得我能平静得了吗？薇薇，妈妈不管你在为谁工作，妈妈只想告诉你，有时候妈妈做有些事情是出于无奈。说得好，既然是无奈，你更没权利干涉我的生活。这次我们就差一点就抓到了华广清。哎呀，确实太可惜了。是啊，可通过这一次，这家伙肯定会更加狡猾和隐蔽。嗯，要再想找到他，也许会更困难了。是啊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我们内部逐个的进行排查，希望能够找出有关华广奇的线索，但是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确定他的身份。潘书记，不能再这么进行下去了。这一次真正的影星逃脱肯定跟他有关系，万一这家伙要是知道了欧阳的卧底情况，那欧阳不仅会有生命危险，这还对我们整个的获得海计划的行动带来更大的麻烦。你说的没错呀，所以我决定下一步我们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，一定要把这个隐蔽的毒蛇挖出来。知道了。本土上抓了许多日本间谍，这次又向我们出售军火，更是有被美日间签署的合约。美日之战很可能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。伊藤策划的海计划，目标就是美国人。怎么样？你的身体恢复得如何了？谢谢局座，没问题。上次你大难不死，算你幸运了。
日本人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，企图窃取我国军的驻军情况，这肯定是和他们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有关。我怀疑，这很可能关系着他们的海计划。所以，小日本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你对特高课的人比较熟悉，暂时留在重庆，帮我做好防范工作。局座放心，我会尽力的，一定要让到重庆来的日本特务有来无回。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将军，是我无能。 辜负了您的信任，你不要在这跟我说这些废话。你要知道，海计划不光是海军总部的行动，也关系到帝国的命运，所以山本大将才会派伊藤先生到上海来，希望我们配合他的行动，获取更多的情报。可是现在呢？ 你们把我的颜面全丢了。将军，我想亲自去一趟重庆。你要亲自去重庆吗？是。梅医生，我想你应该知道，自从上次我们特高科的行动失败以后，重庆方面。 就已经加强了防范。这个时候，你自己去重庆，一定是非常危险。伊藤先生，我是军人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搞谍报工作，光有勇气是不行的。重庆方面给我们消息，他们已经把那份文件转移到 总统府的资料室，且不说那个地方守卫森严，单单就是那个英国制造的新型保险箱，已经让我们束手无策。伊藤先生，我在被派往中国来执行任务之前，在日本受过严格的训练，保险箱这点小事儿根本不算什么。真的。 林作俊，你的手下果然是人才济济，卧虎藏龙啊！好吧，那这个任务就拜托梅医生了。哦，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做助手，进来。 这位是尹新小姐，尹新小姐精通多国语言，而且身手非常敏捷，做你的助手再合适不过了。梅医生，我会全力配合你，使我们行动圆满成功。好，一定会成功。 早，早。哎，上次多亏您告诉我那条小巷，要不我可真找不到呢。你不用太客气，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，这些小巷我还都认得。
谢谢。停车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不久。好了好了，你忙你的吧。沈长官，沈长官，对面请。他的情况你了解吗？了解。他叫王友美，丈夫病死了，没有孩子，他现在就一个人，是个地道的老重庆。没。这个是管理档案的刘保密员吧？啊，是。我听说他是你们余纪时主任的亲信，很多重要的机密文件都由他管理。没错，他呀现在可是我们余主任面前的红人，对他要多加关照。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日本特务最想争取的目标。您放心，他吃住都在咱这个大院里，很少和外人接触的。那要格外小心。沈长官，我知道你们军统局对日本特务是非常警惕的，但是您在这儿请放心，我们这儿是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。所有进出大门的人，包括刚才那个老清洁工，我们都会要进行全身检查，就算是一个铁片也不可能带进来的。几点了？吓死我了，王大娘！等我换完衣服出去，你再进来打扫吧。你不用出去。李副官，李副官到。沈长官，带上你的人，跟我一起巡查啊。沈长官，咱们傍晚的时候不是已经巡查过了吗？这大晚上的，兄弟们都睡了，您又给叫下来。今天晚上谁值班？谁值班你都不知道，还说你巡查过了，啊？带上你的人，跟着我把每一个房间还有办公室都查一遍，快！是。看，沈长官，我就说了一切无事吧。我们搜查了这么多个房间，那不还是安然无恙吗？
您呢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女保密员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啊？她现在可是我们于主任面前的红人，于主任对这件事情也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。您呢，就别这么认真了。那她回去哪儿呢？可能是在浴室里洗澡。洗澡？啊。你不是说保密员在洗澡吗？啊，是啊。叫门。长官，这里面可是个女人。少他妈废话！敲门。是。刘小姐，你在里面吗？刘小姐，你在吗？